感恩您专业的形象，巩固顾客对我们品牌深刻的印象，帮助我们成为市场上可被信赖的品牌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子明博士，今天来和大家做一个开箱的分享。那么在农历新年之前呢，我就有接收到 The Original 这家厂商他发来的一个讯息，说要送一个年礼给我。哇，真的是太感谢了。但是呢，因为行动管制令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子明让员工休假在家里面，不用来诊所上班。所以呢，诊所这个从头到尾，开门啊，接待患者啦，看诊啊，包药啊，寄药啊，打扫清洁卫生啊，消毒啊，种种的从大到小点库存啊这一类的事情，全部都由一个人来包办。哇，那这个工作量真的是超过我们的负荷，以至于呢，这一个 The Original 寄来的这一个年礼呢，到现在已经大年初五了，都还没有把它打开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个年礼到底有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一个拆开咯。好大一箱，很大一箱，那蛮期待的，里面不晓得是装的什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把纸箱打开了，打开之后呢，我们看到，哇，是一个很可爱的牛年的抱枕公仔啊，真的是相当的可爱哦。两个的抱枕公仔，相当的应景。今年正好是辛丑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牛年。好，那么里面还有他们非常精美的红包袋，相当的好看哦，有金色还有红色两种。这个是金色的红包袋。同时呢，还有一张贺卡，好，一张很漂亮的贺卡。那么里面呢，写到：“亲爱的林子明博士，感恩生命由您，让我们变得更好。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我们最真诚的感谢，感恩您专业的形象，巩固顾客对我们品牌深刻的印象，帮助我们成为市场上可被信赖的品牌。我们很珍惜也很感恩这一切，有缘合作真的很开心。在这里送上小小心意，愿您在新的一年当中甜甜蜜蜜，好事成双，牛年行大运。Original 敬上。好，很开心收到这样一个品牌，那么我也很感谢这个 The Original 提供这样好优质的商品呢，给我们所有的这一个朋友。好，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小纸箱，这里面呢不晓得装的是什么，我们再接着把它打开啊，好期待啊，这还蛮沉的，很重，不晓得装的是什么东西。好，打开了，什么东西呢？福气满满。天然养蜜，是蜂蜜吗？是的，是蜂蜜，很精致的一个包装蜂蜜。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怎么样。好，那么谢谢 The Original 送这样子丰厚的年礼，相当的有心思，那 The Original 确实是一个很棒的厂商，他们呢用心钻研，从市面上呢选择了优质的商品来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，让大家通过 The Original 这个品牌都能够活得更健康，找回自信，并且拿回人生的主导权。
虽然呢这一个开箱来的有点迟、但是呢也很感谢这一个理由运军。反正呢在我们华人的习俗里面，还没有经过元宵呢都还算是过年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子明也趁这样子一个开箱的活动呢，恭祝大家呢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牛年行大运，谢谢。